花莲县疫苗开打的首日，在吉安乡的部分，吉安国小有老大人是自己骑着电动车前来，也有专车送达的，都在家人或是看护的陪伴下，有医护人员推着医疗车依序施打。不过，还是有不符合年龄资格的长者跑来，在医护人员的告知下才离开。继十五日在吉安乡吉安国小为第二到第五类对象施打公费疫苗，十六日则是第一梯次90岁以上非原住民及原住民85岁以上长者。总计约663位施打，有的老大人自己骑电动车来，有的则是专车送达，在家人或看护陪伴下，由医护人员推着医疗车依序施打。那你怎么来？我骑电动车。骑电动车来。我的还按路骑电动车，我抓电动还是按路。啊，你这样刚打完会不会不舒服？啊。打完会不会不舒服？抓紧了，打好了。哎，然后有没有什么感觉？没有，常常哎这个半个。半个小时这样走啊，这样回家。像万荣以及卓西乡人数更少，但是他的这个服务员非常的辽阔，所以就以卫生室等于长辈不动，而我们医护人员动来服务长辈，让我们的长辈更加的安全。但是真慧在这里还是要这个第一个感谢我们这个长者的子女这个协同陪同父母来接种，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那另外呢，也感谢大家配合花莲县政府，更谢谢我们的村里长能够先去通知我们的长者，然后做了一些问卷。那当然更谢谢我们医护人员，还有各地方的服务志工。施打疫苗以后请多喝水。那施打疫苗前，我们医师在问诊的时候，请尽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能跟这个医师说明清楚。那这样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会更加的安全。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一起来合作配合。那下一波的针剂何时到，我们可能还是要等候这个 CDC， 但是对于下一波的名单，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来安排。端午过后天气高温又多湿，所以家庭的环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紧接而来又有我们的这个登革热，所以两个症状是很雷同的。所以再一次叮咛大家，环境清洁要做好，自己的这个防疫的要注意。花莲第一次接种的长者超过3000多位，将分2天完成接种事宜。卫生局已将疫苗配送到13乡镇市的卫生所，今明2天，县内5家医疗院所也会进入住宿型机构，替长者、照护员及工作人员施打疫苗。提醒民众，返家后留意长者健康状况，多喝水。若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或出现其他严重过敏反应，请尽速就医。记者蒋邦彦吉安乡报道。